今日嘅 ET 个股推介9599922噶，拣选原因系内地政策支持经济稳增长同埋扩大内需，近日多地推出消费券啦，社会服务消费行业2023年盈利预料咧会有强劲增长，当中可以留意餐饮板块，餐饮板块咧可以拣9599。9599咧主要喺中国经营同埋管理5个中餐厅嘅品牌啦，主打系西北菜、酸菜鱼同埋重庆火锅。集团最坏嘅时间预料已经过去，未来业绩咧有机会强劲反弹。估值收復將會推動股價回升。亞博綜合預測9599/2022年盈利達到2億6000萬人民幣，2023同埋2024年咧將會分別增長165%同埋46%。策略上，9599星期四咧就係收報20.5元嘅。根據彭博綜合預測，2023年嘅市盈率大約係38.5倍，低過同業嘅平均值。9599股價咧上日咧就係升破嗰個期形啦，走勢轉強嘅，可以喺20元吸納。先上望22.6的阻力，跌穿18.2就適宜止蝕了。